内容丰富诶，畅谈国际，有戏哈。内容丰富诶。内容丰富啊！现在哈、YouTube 网络哦，电视台好多、哦，像中国历史、世界历史、西洋历史、历史人物评论哦，历史研究哦，好多内容啊！古今历史人物论坛，古今历史人物论坛。哦，还有李杰的讲谈历史哦，好多影片资源可以筛选，然后建立播放清单，中国历史的啦，西洋历史或者世界历史的啦，或者什么主题式的专题式的历史啦，哦，然后影片资源就可以用了，建立播放清单。如果会做手机程式 APP 啊，就好像遥控器那里。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制作好的人箱传到你的电子邮件信箱，再传给朋友、同学、学生等等，哦，再安装在手机上，两台手机哈，并排，然后一台开那个蓝牙传送，就可以把档案送到旁边那一台，不必拆开那个手机壳了，记忆卡拿出来了哈。SD 卡啦，哦，放在电脑，那个插槽里面啦，然后再读取啦，再另存啦，哦，再拿出来，哦，好麻烦啦。那手机有蓝牙传送，很快又把那个手机程式 APP 传送过去了，点开安装就可以使用了。哦，一点按了，有超连接，会连接到那个播放清单，那影片又自动连续播放。如果能够排好那个顺序的话，哦，可以自动连续播放影片。手机程式 APP 就好像那个看电视的遥控器一样，可以搜寻 EZO APP，意思就是简单制作手机程式 APP，英文字母 E Z，字母最后一个字那个 Z，那 O。OPQ 那个 O 啦，EZO APP，然后进入那个网站可以制作手机程式 APP 呢。如果会网页程式，就可以制作手机程式 APP 了，很好用啊。